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补色洗发精跟护色洗发精，它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？但是它们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你头发的颜色。我们刚染完的时候，可能因为洗发精的问题，可能是空气的问题，可能是水的问题，都会造成我们的人工色素给流失掉。那这个就是要把你的那个人工色素给停留在头发上久一点。那护色洗发精其实已经出来很久，十几年有了吧。这个的话，有常在染头发的人可能大概都知道，它就是保护你头发原本里面的色素粒子。比如说你头发里面的色素粒子可能剩下 50%， 你在用这个洗的时候，它也可能只能帮你那 50% 的色素粒子能够再停留久一点，甚至于到40几%了，因为还是会流失掉。然后补色洗发精呢，它就有不明思义的，它就是有补色功能，它不只可以保护你原本头发里面的人工色素，它还可以帮你补充一点点人工色素，但也不会补充到很多啦，只是说补充一点进去之后，让你的头发的发色跟颜色的饱和度能够再多一点，能够再艳丽一点，这样子而已。对，然后其实它也有分很多种颜色，像我们头发现在都有很多种那种发色，都很多人染。那相对它也有出很多种系列的发色，比如说摩卡色，比如说艳红色，比如说紫色之类的。那当你染什么颜色，你就要选什么颜色补色的洗发精，这样的话才能补对色素粒子。但有人会问，就说那如果今天选不对了洗发精补色的话，洗在头发上会不会头发就变色？其实也不会，因为毕竟它是洗发精，它不是染剂，只是说你补错了色素粒子而已。所以你就是要选对适合自己发色的洗发精。就像这样子，这是我刚刚不小心倒出来的，这就是补色洗发精。然后它的色系是摩卡棕的颜色，就比如说偏那种奶茶色啊、可可色之类的。然后你看，这是那个以前护色洗发精，它就是比较偏向透明一点，那如果有的人很在意发色的问题的话，或是说有的人染头发可能很快就会褪色的话，我就会建议他用补色洗发精。对，那如果你褪色速度其实也还好，不会说很慢，不会说很快的话，其实护色洗发精对你来讲也是可以做选择的，只是那这个要怎么使用？这个就是你染完的时候，你只要是洗头，你都要用它。然后用到什么时候不要用呢？以我个人认为的话，大概就是发根黑色的头发长出 1.5 公分以上，或是你看你的发尾已经褪色褪得有点严重了，那我就建议你就停用，就不要再用，因为里面已经没有色素粒子，所以你在洗这些洗发精对你来讲它的用处并不大。而且这些的护色跟补色洗发精其实它的费用都不便宜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，等下次你再染新的发色的时候，你再继续拿出来使用。然后当我们染完头发的时候，染完头发不久的时候，切记不要去洗那种比较强烈洗净的洗发精，因为那个很容易把你的色素粒子给带走，也就是说你头发会很容易褪色。那什么是比较强烈洗发精？比如说比较针对头皮清洁的，或者是说它是单效洗发精的，那我们可能就先暂时不要去洗它，这样子的话你的发色可能会停留久一点，可能会撑久一点。然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念，然后提供给现在荧幕上的观众，告诉你们一下。那以后你们有染头发的话，要选择洗发精的时候，你们大概就有一个方向，大概就有一个比较
比较有一点点专业知识的去做选择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然后下次的话我可能就会介绍一些专门针对头皮深层洗净的洗发精，给大家知道以后要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头皮的洗发精。因为现在人很忙碌，然后可能生活作息都不是很正常，所以头皮会常常会出问题。那下一次的话我就会介绍头皮专用的洗发精给大家知道，那以后大家都可以去做比较好去做选择。谢谢。